咱们当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，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就可以了。小伙子，回去吧，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可怜就没有错，那有可能是我的错。这世上的事儿，有哪件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？哎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听着行吗？跟你说话呢，你能正常点吗？不做白日梦会死、啊。你在北京什么都不是，你别往就皮脸上贴金了。你要能撑早成，还有两件事，你看看那些同学，就凭你用你怎么上天啊？醒醒，哥们儿，别人的成功，你就觉得你自己成功吗？就凭你北京少，你怎么敢接？你是个男人吗？男人是什么？你怎么上天？所以呢？我想问你，我必须得接受完。不能说跟癌症当然没有关系。得接受完，我非常。装不是，一睁眼我就觉得对不起。有些事不是你想说清楚能清楚。咱们当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，你只需要把那些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就可以了。我是高中毕业，以前就是有很多的梦想吧，瞬间就破灭了那种感觉。别让我特别害怕。是我估计都白说了，你说的是外面，就是自己默默的去承受。我前途人家没有办法。小伙子，回去吧，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我们明明有别的选择，凭什么要接受一个错误？你不要以为一个人可怜就没有错，那也有可能是我的错。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从容燃烧。这世上的事儿，有哪件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？